常常是大调，这样我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，也把这个歌唱很久，然后就把它做一点改编。而、啊、这首歌的作曲、作词、作曲的人叫做 Labago Gasplan， 好 ，Labago 是他的名字 ，Gasplan 是他的家名叫。啊，现场刚好有他的姐姐有来哦。Yeah!不是，对，我们知道要讲什么。真的，我已经读书读坏了，那个头脑都。好了，当作我没讲话了。我们掌声欢迎拉姐第二次啊！大家光临，大家光临。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的唱这首歌啊！哦，那我们就再唱一下了。我们这次唱摇滚的。好了。我们唱那个，接下来这首是唱完卢凯的姑娘就换换另外一个姑娘，有一个姑娘，稍微的，没有，没有，老板难得1:0哎，真的很好笑哎，这个难得没有办法反驳，哎，走了，老板给你一分，来，我怎么被子？团长，你介绍一下好了，这首歌因为跟你有点渊源，师大的渊源，哎，是。什么歌？三小三小姑娘。什么三小三弟小姑娘？三小。对。不要讲话。这是那个唐部落的菜车会唱的一首歌。菜车就是，它原音很轻快，有一位美丽的三弟小姑娘，然后学后辈，对，然后以前师大的学长他们就改编，我没有想看的内裤边缘，他不到你，然后学长他们就改编嘛，就是老祖他们改编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重摇滚的一个曲风。呈现给大家听听看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介绍完了。哎，谢谢大会的广播哈。谢谢李长。谢谢李长。我今天穿的外套真的很像李长。对，谢谢李长啊，日理万机啊。对，李长是我的学弟啊，那我是上一届的李长。你那个村落前阵子还有吗？只剩下两户，而且是宽容。哇，你们那边人口那么多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再讲下去又要超过11:00了，每次都这样。好了，八尺。好，这首歌《三弟小姑娘》。对，小弟小姑娘哦。
用，谢谢。